20日，来自韩国 Barland 等品牌在北京举办2016秋冬新品发布会。虽然目前北京户外温度足以将人热晕，但 T 展台上来自各国的名模们一个个身穿 Barland 等最新最潮的秋冬新品，却让在场的每一个嘉宾观众在这样一个炎炎的夏日里充分感受到 Barland 等带来的浓浓含义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当天众多韩国超人气明星团体也前来到场助阵，而当巨星瑞身穿该品牌潮服帅气亮相时，随即一段劲歌热舞更是瞬间将现场的气氛推至高潮。粉丝们一个个为偶像欢呼呐喊的气氛，是不是比户外温度更让人感到炽烈呢？